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一起来敬拜，欢喜快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过去这一年你保守我们度过全世界非常恐慌疫情的一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一切的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主，我们面对新的一年，主，求你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2021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神，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你在我们的国中掌权，你在台湾来掌权，主，我们这个时候也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恳求你来让我们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要对你说，天父，我们要与你对齐，我们要在对齐中间跨越2021年，我们也盼望在这样的跨越跟对齐中间，我们宣告明年是一个更荣耀的一年，明年是神你要在我们的里面看，让我们看见你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做荣耀的工作。主，我们这时候我们也来到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中间若有人我们的身体有疾病，我们在有一些的挂虑忧虑甚至失眠，主，你现在医治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在今天晚上不容易睡的有好的睡眠，主，求你来医治我们心血管各样的疾病，现在你触摸我们，让我们经历你大能的手医治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赐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啊，我们灵修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还有13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在过去这几天，
当我们一起欢庆耶稣为我们降生，耶稣为我们降生，他来到世上，他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经历他给我们一种生命。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一个活水，那个活水的泉源，我想这一章圣经我们很熟，但是我相信今天仍然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阿们。我相信这一段圣经里面，当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耶稣来开始他传道的时候，他特别特别他到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加利利那一边，整个传福音比较多在那里，另外就是在耶路撒冷那边，犹大耶路撒冷那边。撒玛利亚当时跟他们之间跟犹太人是没有什么来往的，但是耶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章，尼哥底母是来找耶稣，但是耶稣真正在这里让我们第一个就是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来往的，但是耶稣特别特别到撒玛利亚，而在那里他非常的困乏，当他很困乏的时候，而且他口渴，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 大太阳下面非常的热，然后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要来打水。当他要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就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动，有一个负担，我们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水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是空气、阳光、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是耶稣在这里渴了，然后这个妇人她来打水，为什么？因为需要喝水。我想在这里啊，把我个人的情况跟大家，是我以前啊是不大喝水，渴了也不大喝，很渴才喝。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我们渴了要喝水，阿们，不渴也要喝水，水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雨水，赐给我们水，免费的白白给我们，而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因为我们不但要喝水，而且现在我们看见啊，常常我普通上台不拿水的，我今天特别要拿水，因为喝水很重要。阿们。弟兄姊妹，喝水很重要，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不但要喝水，要喝够多的水，要喝好水。我不是在这里卖水，我没有卖水，但是因为水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很重要。我一直从小一直到50岁，我都感觉我就没有喝水，好喝水的习惯，就真的渴了才喝。但是后来一直到现在，医生说要喝水，要多喝水。周牧师，你喝水还不够。我说我已经喝2000还不够，还要再喝。哇，感谢主，喝水对我们很重要。阿们。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走路走了好几个小时，他困乏，他口渴，他就向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给我水喝。是他真的需要水，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告诉他，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哎呦，奇怪啊，我们没有来往，我们两个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没有来往的，你怎么向我一个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就跟他说，假如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假如你知道我是谁，我要给你的不是这个水，我要给你的，我要给你活水。
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赐给你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哦，有这种水啊，有喝的不会再渴的水。耶稣他对耶稣说，耶稣那你给我活，给我活水。耶稣说，好啊，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先把你的丈夫找来。他说这，他说 我没有丈夫。他吞吞吞，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对。耶稣没有说这边，他说你说谎。耶稣说对，其实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我们看见是耶稣是打听出来的吗？不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而他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的言语，这样的言语透过圣灵的恩赐也给我们，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是，但是他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来到撒玛利亚，就是为这个人，为一个人来到的，就是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就是要给他活水，要给他活水。而我们在这里看见，是的，当他在那里提到的时候，他说是我没有。为什么这个人是在中午出来打水？我们假如去以色列，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利亚中午的时候，太阳大的时候热得不得了，特别那个沙漠的地方非常的热。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好意思别人出来打水，早晨还有黄昏太阳不大的时候出来打水，他不好，不敢出来。他就是大家都不敢不出来的时候他出来。为什么？因为假如早上或者黄昏出来，人家碰见他说哎哎，假如他是华人的话，是我们，我他说哎蔡太太，哎另外一个说哎不是啊，他是谢太太啊，还有另外一个哎没有啊 陈太太啊。所以他几次他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耶稣说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为什么五个丈夫呢？人里面有另外一种渴，那种渴是什么？感情的渴，爱情的渴。但是一个完了还在渴，另外再来一个还在渴，喝了三个还在渴，四个渴，五个还是渴。耶稣不但讲这个水，喝的这个水还会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渴是我们生命内心深处的渴。而这样的渴，我们很多时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但是喝这水还要再渴，需要喝。我们很多方感情上面很多方面，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种渴，放神把一种空放在我们的里面，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我们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止渴。我在 Good TV 看了一个真情部落格，我们常看见其实很多大概都是类似的，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来止住他们心灵的渴，他们里面空虚。有一个人他做见证，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开始感觉，所以给学习抽烟，抽烟抽抽抽抽，慢慢最先开始感觉不好，但是慢慢越抽越抽，抽抽一包，一天抽了两包三包，抽完了还是不够。后来不但开始喝酒，然后喝酒喝了一瓶，一天两瓶喝，每一天喝，喝了还是不能满足。然后开始他自己就他就开始嫖，就是找女人，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后来开始赌博，赌博一直在赌，赌还是不能满足。后来吸毒，开始吸毒，吸毒心里面空虚。然后这个到处这个拜那个拜那个拜拜拜拜，不只是拜五个五个偶像，十个偶像拜，但是他里面还是渴，还是不能满足。
一直到他来到耶稣面前，一直到他相信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就喝了耶稣赐给他救恩的活水。阿们。耶稣说，凡喝我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弟兄姊妹，在这里是那个活水，是和活水，其实活水是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把他的宝血给我们。当有一次我在那里看上面在那里受洗的时候，我看那个玻璃，我仿佛好像主耶稣说，那个水不只是一般的水，那个水是我用在十字架宝血流下来的，只有那个耶稣宝血，那个水才能够，那个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就得平安；为我们流出宝血，就是那个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能够这样，我们得到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凭我们以前我们受洗完了，我们啊，另外有时候跟啊也是圣餐，在圣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耶稣说，我就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就不再渴。我刚刚讲的那一位，他后来看见他相信耶稣以后，他不再吸烟，不再喝酒，不再赌，不再吸毒，也不再去这里办那礼拜，耶稣让他生命得到满足，而且他关系跟父亲跟家里的人的关系恢复了。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很重要，我们需要水，我们要多喝水，但是我们更需要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生命里面耶稣要给我们生命的活水。阿们。而喝那个水，我们就会不渴，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我们里面生命的渴，是有人说我们是需要啊，我们需要宗教啦，我们需要啊，我们心灵需要宗教寄托。但是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宗教，耶稣乃是给我们生命的活水。阿们。因为那个妇人讲到后来不好意思的，然后就跟耶稣讲另外的事，从水讲到活水，因为讲到丈夫他不好意思，然后他说，哎呀，耶稣，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是正宗的，我们敬拜我们的雅各祖先在这山上啊，这我们在这，耶稣说敬拜，真正的敬拜在哪里？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是在这里。当我的生命进到在里面，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受洗的，你们不是相信基督教，你们是相信耶稣。阿们。只有耶稣才是生命的活水，不是宗教，不是任何，甚至不是所谓的基督教，不是加入基督教，而是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喝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我们就不再渴，我们里面就有满足，就有满足。是啊，我在这里做主任牧师之前是一个现在在美国的郑昌国牧师，他后来啊，他信主，他就带领他妈妈信主，他妈妈也信耶稣了。但是他妈妈，他就跟妈妈，妈妈，你信耶稣了，你要受洗。他不行了，我不能受洗。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我从17岁，他妈妈，我从17岁抽烟，抽到现在71岁，
我不可能戒掉的啦，所以啊，我信耶稣就好了啦。他说没关系，妈妈你受洗再说。后来他受洗了，哎，就不再抽了。这就是耶稣说，凡喝这水的就不再渴。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想在这里我要讲另外一个，喝了这水，耶稣生命的活水，就不再渴。但是耶稣会在我们里面会制造另外一种渴，那种渴是美好的渴。耶稣基督在这里，然后我们看见啊，我们跳到啊这几个，我们就是很多你在追求五个房子、五个股票、五栋房子，其实还是会渴，不能满足的。只有耶稣来才能够使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得着满足，阿们。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有一种满足，神圣的不可满足。但是神耶稣也在我们那个生命里面会制造一种神圣的渴慕，这种渴慕就是我们看见神要赐给我们非常宝贵。我们来读啊，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我们一起来念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弟兄姊妹，在这里求主来恩待，让我们信耶稣，阿们，得着活水。但是我们不但要得着救恩的活水，耶稣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要来的耶稣，他要用什么？用圣灵以火为你们施洗。所以在这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祝福今天在这里受洗的第一堂、第二堂59位，还有这一次受洗的199位，我们这一次这一堂受洗的42位，你们每一位不但是喝到救恩的活水，而且喝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活水江河，阿们。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耶稣最后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说我会求神差圣灵保惠师来，你们不会做孤儿，因为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为圣灵要充满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位，特别今天受洗的，我们不但说耶稣我要相信你做我的救主，而且让耶稣也把圣灵来充满我们，阿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因为在节期的末日最大那一日，耶稣高声地说，凡人渴了，那个渴是一种里面神圣的渴，那个不是不满足的渴，那种满足耶稣给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满足，但是在那个满足里面有一种渴慕，那种渴慕说，我要那个活水的江河。耶稣不但把活水给我们，要透过圣灵把活水的江河给我们，从我们里面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成为别人很多人的祝福，阿们。在这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渴慕，不但是刚刚受洗的人要渴慕，我们每一位都要渴慕。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很久，我们要常常渴慕被圣灵充满再充满，阿们。我们传道人，我们做牧师的也一样，神要充满更多，圣灵要充满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阿们。我盼望活水的江河在我的里面，2021年从我的里面要涌出更大更多的活水的江河，阿们。有一位牧师，他是美国，我们天国文化请他来讲道。
他已经做牧师，他信耶稣，他已经信做牧师，但是他里面还是很渴，对圣灵很渴慕。所以有一次神就叫他，你去参加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很多的人，他去了，他去完了，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为你渴慕，让圣灵不但喝了活水，耶稣救恩，而且渴慕活水的江河从里面涌出来，圣灵充满你，更多的充满你，假如你愿意了，你们可以来排队，然后牧师为你们祷告。他说人太多了，所以只能够排一次，不可以排两次。然后那个牧师就冲出去了啊，他就冲出去，然后就按手，按手完了以后，哇，圣灵就再一次充满他。然后他回去坐在椅子上面，他觉得啊，感谢你，我再一次我里面得着充满，再次充满。但是他里面就还是有一点满足中间的神圣的不满，哇，好，哈哈，所以他就又暗暗的就排队，又去投排队了，然后排排排排排排，等到哇，后来哇，他就在，然后就神的灵再一次更大的充满，然后他就回去，哇，充满更多充满，他坐在那，还是又有一种神圣的渴慕不满足，所以他就这次就偷偷的又去排队，排在后面排啊排啊，哇，排到快到的时候，哎，教会那个负责次序的人呢，一个弟兄就过来了，他说哇，差了差了，一定被他扔出来了。然后那个弟兄过来就是，我看见你排三次了，但是我知道我看出你里面很渴慕，所以我不会告诉人，快快到了，快开。然后就再一次，他就再一次被充满。后来不久他就被邀请，从美国邀请到多伦多那边的一个教会去领几天的聚会，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圣灵透过他涌出活水的江河，连续本来三四天的聚会办成三四个礼拜、三四个月、三四年，每一天每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来在那里经历，不但喝到耶稣的活水，更是经历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涌出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让我们不但要，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要喝水，你跟旁边人说要喝水，喝好水，喝够多的水，而且我们要活耶稣救恩的活水。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喝到从我们腹中圣灵的充满，从我们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阿们。我最后我提到，我在真情部落格也看到另外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姊妹，我们的好朋友的见证。她是她不是生在台湾，现在住在台湾，他是在美国常春藤很名校毕业的，后来他还没有，那时候没有信主，他里面后来他结婚嫁了一个非常好的银行家，但是他里面好像什么都有了，房子什么，丈夫朋友，但是里面那种没有安全感，里面的渴，所以开始就去找算命的，然后算命跟他说，哎呦，你的婚姻啊没有保证哦，所以他就更恐惧，里面更恐惧，所以找算命，后来就找通灵师，找通灵师，水晶球，看水晶球，看方位，看这些东西，然后在，但是里面还是渴，还是没有安全感。他去拜，在香港那边，他去拜这个拜那个，后来有孩子生下来了，感觉但是还是没有安全感。孩子哇，他见证布格啊，真情布鲁格的见证说，那时候他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以后能够最好，所以他找家教。那家教不是一个钟头多少钱，是20分钟$200的，等于一个钟头要$600的，就是。但是后来他碰到一个基督徒朋友，
他跟他讲，哦，你这样通灵啊，算命，你知道有灵有两种，有一种是不好的灵，有一种是很好的灵。我带你去有一个聚会，他没有跟他讲圣灵，他说很好的灵，你要不要？他说好啊，我因为这个，我里面很。后来他去了，再去，就是在唱诗歌、唱诗敬拜的时候，神就耶稣基督的那个活水就进到他的里面，圣灵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开始经历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涌流出来，他不再渴，但是里面渴慕那个圣神的灵更多更多更多在他的里面涌出来。他前不久他在台北市政府那后面那个华新那栋大楼的前面有一个365天每一天在那里的敬拜的货柜车在那边，在他我们看见他在那里面盼望台北市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我想最后我们来看到底谁渴了，我们渴了，你渴了，我们渴，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耶稣渴了。除了耶稣刚刚在撒玛利亚他在那里他向撒玛利亚要水喝，其实我在这里要最后要说，真正的渴，耶稣真正的渴不只是要水，真正的渴，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在哪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当他那一天早晨9点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他站在那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钉他的脚血喷出来，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血一直在流。他挂在十字架，从他头上流出来，从他的手，从他的脚，一直流。他就喊说：“我渴了。”他真的渴了。但是有一个渴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渴望，我们都能够认识他。他渴望我们知道，他来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渴望我们知道他要把活水给我们。所以他第一个他就走到撒玛利亚去，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要给你活水。”撒玛利亚妇人那一天没有打水，打水的放在那里，他去了，因为他得到活水了。耶稣最后的时候，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到哪里？到耶利哥。到耶利哥，因为他知道在那里，他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所看不起的，人所不要的撒玛利亚妇人，人所看不起的，不要的这个税吏长撒该，大家涌在那里拥挤耶稣，撒该看不到，他想看耶稣，但看不到，因为他长得矮。然后他就爬到桑树上面。耶稣在最后那几天，他到耶利哥，在耶利哥那里，然后他想要看到耶稣，没有想到耶稣看到他。这是耶稣为什么去耶利哥，就是为他的家。耶稣说：“撒该，他你怎么知道我？下来，因为今天我要在你的家里。人家讨厌你，人家没有人要到你家，但是今天我要到你家。”耶稣就到他的家。弟兄姊妹，谁在渴？你我们都渴，但是真正的渴，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渴，在那个井旁渴，耶稣。他渴望，我们都知道，他要赐给我们活水。
不但我们个人能够喝那个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得到满足，他渴望我们全家，撒该的全家，他是渴望我们每一个我们弟兄姊妹的全家都能够喝到这个生命的活水。阿们。他渴望我们不但全家都能够信主，他渴望我们全家都能够爱主，他渴望我们全家都能够侍奉主。刚刚有一个姊妹，她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她看到我，她说周牧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们家里面还很多没有信主，但是我买了，我要宣告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就为他祷告，我说祝福你，明年你的渴望也是耶稣的渴望，也是我们的渴望，耶稣能够成为你们家里面的主，基督能够成为你们一家之主。但愿2021年我们都要喝水，喝够多的水，阿们。我们都要全家都要喝到救恩的活水，阿们。我们都要喝到圣灵赐给我们的活水江河，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好，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每一位，假如你没有每一天不是渴了才喝，而是医生有告诉过你，你要喝水， 喝多够多的水。我现在盼望你跟我一样，我们说我要，医生啊，你告诉我，我真的我喝水不够，我需要，但是主你给我水，天父你给我水，耶稣你给我活水，耶稣我要喝救恩的活水，而且饱饱的就喝救恩的活水，我们全家要喝救恩的活水，而且圣灵你要给我们活水的江河，现在圣灵你来充满我，充满我们的全家，好不好，我们每一位同声开口一起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恳求你来，哦，主啊，我们每一位都开口，主啊，我们要喝水，喝好水，主啊，喝够多的水，但是主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喝，哦，主啊，救恩的活水，主啊，全家都喝到救恩的活水，主耶稣啊，仰望你，求你来，恳求主你来恩待，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耶稣，让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永留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不断的永留。好，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把手放下。我在这里问，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些人，你今天愿意伸出你的手说，耶稣，我要生命的活水，我渴，我要你救恩的活水，我要接受耶稣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假如有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你感谢主。还有没有你愿意今天现在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要愿意的，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为你来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些特别今天你啊陪你的家人来受洗的，耶稣不但爱你受洗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假如有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来恩待。现在每一位举手，你看见了，主啊，你要把活水赐给他们，让他们永远不渴。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特别刚刚举手啊，要相信耶稣的，你可以到前面，或者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特别帮你盼望说，我渴望圣灵活水的江河也在我的里面能够涌出来，我盼望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你可以到啊，可以到前面，我们有同工在这里来为你祷告。我们唱诗的时候，刚刚举手的，或者啊要信耶稣的，还有要圣灵更大来充满你。另外就是有身体你有疾病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我们为你来祷告。主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坐在前面的每一位，
被祷告的祷告的，你现在与我们同在。主啊，在等候的相信主你特别要帮助带领，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彼此祝福。